Hello， 大家好，我就是老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亚马逊的编辑，亚马逊产品编辑。那在分享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几个东西。首先，编辑是什么？还有编辑它使用的目的，还有使用的时机。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编辑创建的步骤。首先，编辑它到底什么？编辑是将相似的产品结合在同一个 list 上，那我们可以用颜色啊或尺寸等等的规格来做一个区分，然后提供买家有更多的购买选择。那亚马逊的编辑，它是创建一个虚拟的主要产品清单，然后来帮我们连接多个不同条件的子清单，然后来让它成为一个新的 listing。那编辑的目的还有我们使用的时机哦，编辑的目的它是帮我们结合多个相似的产品清单嘛，所以我们可以这些产品清单的评论啊，还有它的评价心得，这些都会进行合并以及结合。那当然有的类别是例外，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自行尝试一下。那包括编辑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提供更好的排名的推进，因为亚马逊它会给予遍体的 listing 一个更好的排名，然后进而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曝光量以及点击率，然后我们进而我们刚刚讲到嘛，因为遍体它是结合多个不同的规格或尺寸或颜色来提供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提高我们更好的转换率，因为我们提供给买家更多不同的选择。然后来遍体的创建步骤，我们要需要知道说遍体它在亚马逊上面它有两种创建的方式，两种哦。第一种就是我们产品页的一个设定哦，可以在创建 listing 的时候一起设定它。然后第二种就是我们使用亚马逊后台的批量上传的功能。那有些类别它是没有办法因为有些类别它没有办法直接在后台设定，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下载模板来进行上传。然后还有我们已经创建 listing， 我们也可以利用批量上传把它结合成一个编辑，所以编辑的创建步骤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编辑的创建步骤，如果产品页的部分呢，我们到后台也就是你的产品页，你按编辑之后进去到编辑的页面，然后点击编辑，然后再来就选择你的编辑的条件，然后下面呢就是输入你编辑条件，然后最后就点击新增编辑，就像我画面上呈现给大家看一样，然后之后我们往下卷动。下面的部分我们就可以输入我们一些编辑的一些资讯。那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本身已经有那个该 SKU 怎么讲，也就是该产品，假设你已经一开始你是先测试 S 尺寸的一个产品的话，那你后来你想要新增 M 或 L， 然后把三个结合成一个编辑的话，那你 S 本身就已经有 listing， 那这时候你只需要你本身S 有 listing 那些资讯输入进去，它会自动帮你去截取，然后并且把它合并成一个编辑。那反之，如果你是都是像我刚才讲的，你是新创 M 或 L 尺寸的一个产品的话，那你 M 跟 L 这时候你就是要重新再做一个新的创建、新的输入。这个就是产品页的设定。那有我们刚才有提到嘛，有些类别它是没有办法去做直接在产品页面做一个设定，所以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它要像画面上呈现这样的一个资讯，就代表说你没有办法用后台设定，那这时候你就是需要用一个批量上传的方式去进行编辑设定。那编辑的创建步骤，批量上传的部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就是点击到库存的部分，然后选择到我们批量上传的产品，然后画面它就会像这样子哦。那之后呢，我们在这下方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我们的产品类别哦，也就是你想创建那个编辑的产品类别，你先进行选择，然后画面往下拉。它会让我们选择我们要创建的模板类型，记得要选择高级，然后再点击生成模板。这时候亚马逊就让你下载你要创建的模板的一个 Excel 档案。那 Excel 档案打开就会像我画面上现在呈现给大家看一样哦。我有标注两个地方，一个是你需要编辑的工作表，另外一个是教亚马逊它有一个教你如何编辑这个工作表的那些资讯。那大家记得下载模板一定要编辑好之后再做一个上传，然后每个类别它会有一些差异，所以你需要依照你该类别一个 Excel 里面的答案呢去进行编辑，然后完成上面栏位的一个输入。那其实主要编辑要输入的栏位有几个部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类别标题还有品牌部分，也就是上面那种橘红色的部分哦。注意哦，第一列，因为我们创建的时候，我们第一列就是一个虚拟的主清单，也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它是一个虚拟的主清单，
所以是不需要放 UPC 号码，你只需要自己编辑一个新的 SKU， 自己编辑 OK。 然后再来就是大家看到的黄色部分，黄色部分是一个产品照片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大家要注意、哦、不是直接在 Excel 贴上你的照片，因为有些人、或者有些学员、他会问我说为什么他传上去，是因为他们这边都直接贴照片、哦、也是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这边是要贴上你的网址，网址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先把我们的产品照片放在一个网站网络上，让它 有一个网址的部分，那 Amazon 你在上传 Excel 的时候，它会自动去这个网址做一个 download， 把它合并在一起。然后大家帮我看到绿色部分，绿色部分就是我们辩题一些条件的部分，那这部分呢就依照大家不同的辩题啊，或者不同的类别条件去相对的栏位做一个编辑就可以了。那假设你是用尺寸，那你就在 size 的部分、哦、size name 或者是 size 的那些条件那些栏位去进行编辑就可以了、哦、那像其他条件就不用编辑 OK。 那大家也帮我看到、哦、就是一个桃红色的部分，它是我们辩题设定一个部分、哦、大家要注意哦，第一列也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嘛，第一列是一个虚拟主清单，所以一定要填写、哦、它是一个、副体的、就是主体的部分，所以它填写是要填写 PARENT。 那第二列开始就是我们要合并的子清单，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选择、CHILD、哦、所以这部分后面那些条件都是输入我们相对应那些条件。然后我们看到橘色的部分，这是我们上传的状况、哦、因为你是第一次、哦、做一个变体的合并，所以第一次你第一列那个创建的虚拟主 产品的部分、啊、是要选择 update。那下面的部分就是把假设你已经有的话，那你就要选择部分修改部分上传、哦、这边一定要选对，因为如果你选错的话，有可能会发生你本来已经有的产品清单会变不见，那变不见也不用担心，这时候你可以联系亚马逊的 sales、就是他们的客服、哦、来协助你做一个回复的动作 OK。 那以上就是大概就是 Excel 要编辑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编辑好之后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上传答案的部分，很简单，一样去点击我们的库存，然后批量上传，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个栏位就是上传我们的库存文件，这时候选择非亚马逊库存文件，然后再选择答案的部分就选择你修改好的答案，然后再来就点击上传。那上传的部分它就会跑一个进度，所以如果成功的话呢，它就会像画面显示这样子，已成功发布几个产品。那如果不成功的话呢、哦、就会它会跳出问题。那亚马逊他们之前有提供一个服务，它就是会自动帮你去侦测你的答案哪里不 OK， 那你可以去下载那个报告，然后来看一下你 Excel 档是不是哪边没有编辑好。所以如果编辑好的话，就会像画面呈现这样子、哦、它会呈现一个变体，那变体下面有哪两个产品或者是哪几个产品这样子。那如果上传之后呢，24小时一样没有出现的话，那也不用紧张，你一样可以用 help 联络亚马逊的客服，然后请他们协助你刷新你的 listing。 好，以上就是今天辩题的分享，谢谢大家，那也希望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更多亚马逊的资讯，拜拜。